葱呗，你还倒苞米谷子干啥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倒苞米谷子好处老多了，等到秋天前啊，这个大葱根上长蘑菇，然后吧，它还不烂芯，还不招虫子，大葱长得老好了。哎呀，那你这旁边烙的是啥东西？这是？哎呀，这个你没见过啊？没见过。这个是开沟神器手拉犁，咱从现在家家都有了。啊，这玩意儿老好了，开沟七垄培土豆老好了，看看，轻轻一拉就出垄，垄沟的宽窄深浅都是可以调节的。那老清楚了，哎呀，贝贝小圆，这整真好，这玩意儿。